相思相印，无边自性；成即菩萨，无边善观；无量诸佛含光合念。对这段经文看起，今仔日咱读这段经文。 啊！独家弥陀川诶仪式，非常诶相应。即 <noise> 段是修机、护法、助佛、护念。 破法的修学，诸佛菩萨的教导，最后的目标，拢嘛是希望咱成佛。尤其是，在这个一生当中做佛。 而且做的是究竟完完乎？我想每一位同修过去虽然也捌听过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以及诸大乘经论，而且还会。 可能真侪摆听过，但是总是疑邪，你袂当相信。深信啊，佫开是免讲咯。什咪原因呢？即、就、利、是、太深，事太复杂。 唔是咱凡夫相信会当理解，所以袂当相信，袂当相信，这是啊真正正常的现象。一拜，咱天。 新加坡技术林的这花啊，甲过去无共款。过去，十年嘅基础随今啊日咱起讲大经，只有大方功夫花严经。 将即个大志讲加透彻、讲加明了，即是对咱真大诶帮助，互咱不断地升起信心，而且是信不疑。同时，能够拨出一天诶即个时间。 来公，家诸位详细讲无量寿经，也都是深入净土，无非 <noise> 是互咱断疑生信，在这一生当中，确确实实成就究竟圆满的福果。 这命数兴许有诶缘分，就亲像开经机所讲诶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；也亲像片济清机师所讲诶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诶一日，即讲咧难拄到了。 多年啊，平安，希望咱来珍惜稀有的一面，好好啊，甲伊了着把握着，成就一生的道业。这个经文是说到头前。 你来是迄《经文内面最后的一段，圣观顶街修菩提基，为加菩萨做阿舍礼。咱看这个经文，真像是密宗的口气。 无错，确确实实是未化啦。一部经内面，现密宗教繁荣啊。无量修经内面，包括各种各派的教义，确实经文无断，非常圆满，非常的稀有。 啊！由此咱知影，咱今也需要去念咒、去学密宝，无需要了，这个经内面拢包括了，一项都无欠。确实实是寻寻大圆满教，灌顶、是密中修持的仪式。 个是密宗灌顶分真正侪个阶段，初学佛的时阵，咧受三归的时阵，上师就甲你灌顶。我伫最初学佛受三归，是望张家大师传授诶。 也受过灌顶的仪式，只是形式而已。究竟灌顶真正的意义，咱未了解。大师也不详细啊，甲阮讲解。伫仪式内面，并不详细讲解，因为当时受皈依的人有几落百人。 人数真多，时间啊是无够用啊。可是我啊，清军在厝时间长，所以啊，在清军的时阵有真多疑问啊，给老大人请教，承蒙伊的开导啊，灌顶的仪式最重要呀、啊。 是爱了解伊诶内容，历代藏经、密宗、机超内面，对观定有详细诶解释。观啊，即、这个意思是，譬如。 大笔何念诶意思，就是一大主笔。咱见安尼讲假词啊，大主笔诶假词，大主笔诶何念，或者是世间人讲诶啊，大主笔诶宝贝啊，一个意思，拢下当讲会通。定啊！ 是上悬咧，人嘅头壳顶啊！顶代表一切法门内面最悬嘅法门，最殊胜嘅法门，顶法啊。也由此知影，咱将即个灌顶这两字连起来，意思就明白了。是佛以大慈大悲，将最圆满、最殊胜嘅。 顶法传授合理，这叫做灌顶。毋是用点水弹几滴啊？在你头壳顶就叫做灌顶。诶、哎，迄、那个灌顶是无路用啊！迄是形式表法的形式，重要是伊啊！传法合即、这个法绝对是至高无上的顶法。 伊得到即个法门，绝对得到一切诸佛护念，一切诸佛加持的帮助力，而你今日定法，今日如来究竟功地的法门，这叫做灌顶啊。 由此知影形式上的规顶，咱现教内面形式上的皈依、形式上的修改，拢袂当作为凭证。佛法是爱讲实质，爱讲真实，你爱真正去做啊！ 也这个所在讲个冠顶盖，实在讲就是指这个本经。哪会知影本经是顶法呢？未讲起老吉叔， 《无量寿经》会一本的头前有一篇真长的诗文，伊这个诗文写甲真好。诗文内面也有讲到一段，这是以引用古代的记载，在隋唐的时代。 佛法最盛，在中国佛教史上，迄、那个时代是佛教的黄金时代。佛法大小成十个宗派，几乎拢在迄个时代同时出现。我国。 这是最优秀的这个人来到中国来留学，比比皆是啊。其中有特殊神就的，日本有未少，韩国也未少。这个时阵韩国无统一，韩国叫三韩。

分析，写看茉莉花，当年在世，刚经三百五岁，算法四十九年。所说一切经中，都一部经，最会当顾照整个佛法的代表性。 有信呢？这大德如何肯定《公认大雄》《广佛华严经》可以代表整个佛法，把伊称作根本法轮，也可以用，比如讲，一切经啊，皆是华严观输，即、這个佛法像一张大手共款。 花言是这丛树的根、啊、是这个树的本几乎无世四十九年所说的，无非是这个根本,本上的枝叶呢。枝叶是不离根本呐、啊，所以称花言叫做根本,本法论。 这就是华严是顶法啊，可是当时受净土教的人未少啊，尤其是有近千万的影响，唐朝出现的宣道大师。 贤德伫中国历史上记载的，讲伊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。伫中国历史上，我捌讲过有三位啊，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这是知影的。毋、嗯、知影的，那就毋知影有偌侪位咯。咱知影头一个是贤德大师。 第二位是英明延寿法师，第三位是啊国清寺的弘干和尚。这三位啊，心魂不落了。注意啊，知影，诸佛菩萨是现地人间，心魂不落的真少啊，无露心魂的人诚多啊。 所以我肯注意动手，对人也生恭敬心，无定着你做看唔起迄个人，迄、那个人就是阿弥陀佛我心来啊！啊，你就甲得罪咯。你也、啊、敢袂当王星呢？不过啊，话是安尼讲啊，王星也是照王星，你得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绝对袂怪你啊。王星的条件是故作性原型啊。 但是啊，总而言之，咱对一切人爱平等恭敬，这只如法啦。这是咱必须爱记住的。也因影响力真大，尤其是禅头大师。日本啊，真侪的高僧大德，拢把千军给禅头大师。 从净土中传到日本，传到韩国。一直到今下日，你甲看卖日本净土宗的寺庙，好名善导寺啊。你一日看到善导寺，绝对是修净土。以善导大师的名讳啊，作为啊寺庙的。 一个招牌啊，因队伍上岛啊，非常恭敬。上岛大师的塑像，伫日本啊，四季拢看会到。咱中国正宗的佛弟子，从上岛大师袂记得了，所以去日本去旅游啊，去。 员工啊，咱看到迄个情形啊，心肝内啊，真正是生忏悔心啊。咱的祖师，人对伊遐尔啊尊敬，咱已经是未记得咯。所以，这下学生对净土的言亲，搁详细甲看卖，大方功课发言睛。 华严经到最后，怎样伊才会当圆满成佛呢？达到真正的顶法呢？原来最后一招啊，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，是安尼啊，才达到定了顶法啦。有时这个人，顶定。 无量寿经是定法，为什物呢？无量寿经啊是华严的归宿啊，所以当时一挂高僧大德讲啊，华严发华实际上啊是引导你归净土。 何必？咱这个经开三分同款，花言发华是四分啊？净土往生经是正宗分啊！所以啊，无量寿经则是正宗分。咱安尼看法花言是四分，无量寿经是正宗分，阿弥陀经是流通分，所以。 简清平仄经技术，才会讲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第三部经其实是一部啊。平仄经会讲出即个话来，无简单啊！伊若无去到即个境界， 即个话是讲话出来啊，真正是过来人啊，才会当讲得出即款话来啊。即人就肯定无量寿经是顶法，通常讲华严、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即三部经拢是顶法。 地本经、梵语本真多呀！佛经对印度传来到中国，翻译个次数上介多的是无人受经。你、嗯、现在呢？大藏经里面。 所留落来的原叶本有五种，即五种的原叶本呐、啊，过去的祖师大德，因有详细去研究，发现叶本的文理出力真大，最明显的是原文。 你看汉朝日本二十四元，到南北朝时代，咱看康正楷诶，日本四十八元，过看宋朝时阵诶，日本三十六元。 这个差别就大了。如果原本是四十八万，四十八万无可能变做二十四万，也无可能变做三十六万，所以高跌啊就推测，必定是根据的元原本无共。这个推测呢，也就会想到啊。 世尊当年在世，宣讲无量寿经介，介绍弥陀净土，毋止一摆。啊！无亲像其他经典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只讲一遍，无讲第二遍。即卖看即个五种诶原译本，会当肯定，释迦牟尼佛至少捌讲过三遍。 也阁有七种嘅原叶本失传如果遐个经本啊，第来讲，可能也有出入，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对有介绍净土法门不为无益啊，真侪摆宣讲。因为到处宣讲，每一本经本里面出入无同，这才会有汇集嘅必要。 我咱初学嘅人带来真多方便，回执本啊对咱初学啊便利太侪咯。最早回执用梁书技术，第二次回执是微密签技术，下年落实第三摆回执，好好进步渐渐呐。 后面汇集嘅根本啊，比头前嘅根本汇集了较好，汇集了非常舒心。这是咱认识，啥物叫做定法？定法认识了后啊，最就明了咯。咱将即个经。 从头，到尾个念一遍，一家不是是旁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给你也灌顶一拜呢。这是真灌顶啊，不是假灌顶啊！比上师吸几滴啊水，那事情太济咯。 咱来明了啊！你念一遍著是接受祝福如来一拜的灌顶；念两遍，两拜灌顶；一讲念三遍啊，你就一讲的祝福如来三拜灌顶啊！你即个福报啊，抑也有啥人给你比的啊！无量寿经太长了。 无要紧，连阿弥陀经也共款，念一遍，祝福如来甲你灌顶一拜。弥陀经较短啊，念十遍啊，每工课甲你灌十拜顶啊，你敢未当开悟咧？所以啊，净灌顶戒啊，实在讲，都是啊修持 宝经啊，依照这部经的理论方法修学，就将你提升到灌顶界啊。在菩萨高位内面，灌顶是法王子啊，什么人呢？顶加菩萨。下起净土法门，那个灌顶界是。 可望而不可及啊！咱听了后向往而已啊！啥人会当伫这生成就咧？无可能诶代志啊！你伫嘅一生当中，会当证到别高错的菩萨，就相当袂歹咯。 别高初低，眼识烦恼断落，定沙烦恼断落，无名，破一品。正一分发心，超越是法界了，正发心珠啊！伫即个石珠内面，圆高石珠发心珠啊！ 别教错地，欢喜地啊！别教的欢喜地，就是冤教的发心主啊，就真困难，真困难咯、哦。可是进到这个位置以后啊，你若要从世在变无名断尽啊，达到圆满的观顶界，就经常好讲的。 啊，佫需要经历三大阿境季节，三大阿境季节幸活唔是咧讲咱，是讲冤高初祖菩萨，别高初地菩萨，是对因讲的啊。 那今仔日实在讲，发言讲个无良结啊，无办法算啊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真好运，你个缘分正好，若是拄着净土法门，拄着往生法门，也你实在太好运了。 你伫这一生当中啊，就会当成冠领阶。咱今仔日这个道场啊，这个道场会使讲是现代世间第一殊胜道场。咱绝对不是家己咧夸耀啊，是家己咧赞叹，唔是啊。 咱几年啊，不断啊，伫咧讲净土的经典，即伫世界其他道场是无诶啊，就讲是有，毋是逐工咧讲，毋是几年不断的讲，咱即个道场无间断。毋、嗯、那是开门。 咱还个特别诶注重兴门，前两大师甲咱讲的啊，信改行正，咱即四字拢做够了，咱即四字拢重视啊，毋是偏在改门无重视兴门，也毋是偏在兴门疏忽了改门。 咱做的是该行相应啊！即款个道场伫即个世间无定着是有啊，我毋捌看到，我也毋捌听到。咱今仔日看到咯，亲眼所看到就是即个道场，然后才知影讲即个地区啊。 福报众生的福报有偌大，呃、啊，不可思议啊！道场对这所在建立，这地区就得助火护念，就得量天线心修好啊！咱在环境上就是念着这个道场神啊。 足天神呐，金光神呐，因无护持咱这个所在，伊要去叨位护持啊？咱都是伊的护持的对象啊！<noise> 咱今天的齐心动念，一切兴起。 大经相应啊！这是事实啊！所以要认清楚，如何如来的定法，那是正宗法门，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定法，至高无上的法门。 十一切诸佛如来也拢共同传授即个定法，<noise> 哪会知影、啊？世尊在本经内面甲咱讲的，伊老大人对阿弥陀佛的赞叹。 阿弥陀佛，是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。对啊怎样？释迦牟尼佛的赞叹，代表啊，是奉一切诸佛的赞叹。释迦牟尼佛肯定。 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，也都是说明一切诸佛如来拢肯定阿弥陀佛是佛中第一。咱今阿的发心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无上的供养啊！一切诸佛看到你。 拢爱尊敬你三分啊？为什物呢？弥陀地主啊，偌年啊，应邀啊，伊尊敬咱的老师，也尊敬老师的学生啊，这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咱要做一个真正的弥陀地主，唔通做假米陀地主，无充米陀地主，迄、那个问题啊就严重咯。 你若无像弥陀地主，好发神就无要了你啊！你若真正做弥陀地主，诸佛对你拢恭敬啊！咱为什物毋做一个真正的弥陀地主咧？真正弥陀地主怎样做咧？逐工爱修阿弥陀佛灌顶，你每一工爱读经，读经啊都是灌顶。 大家爱念即句佛号啊，爱来到念佛堂来念佛。我肯动手，有时间就来到即个念佛堂来念佛。为什物咧？伫厝内念敢唔同款甲你讲啊，甲你伫厝内念就无共款啊，完全无共款啊。为什物咧？ 领导的念佛堂无诸佛伫遐咧念佛啊，即、这个念佛堂啊有佛伫遮咧念佛，而来到即个所在来有即个佛菩萨的气氛啦、啊，原来会共款呢。如果用现代人的讲法， 就是讲，灵道内面的主场，甲这个所在主场无共款。这个所在主场是世间第一无比诶殊胜。那一般人讲啊，气氛无共款。这个所在确实是如来正法诶气氛。 您的家的年货，你亲身的感受到啊！现在念佛等，这新的地毯拢铺落去了，特别的感觉庄严啊。我从下部去看过了，非常的欢喜。 念佛堂著是啊，姓冠顶街，即、这个念佛堂著是冠顶街啊，即、这个功德著是冠顶街。既然姓冠顶街啊，迄就修菩提记。修菩提记是啥物啊？修成佛的记，也著是甲你讲。 你啊，绝对幸福！所以作为来到这个讲堂来，到这个念佛堂来，肯定你啊，绝对往生不退幸福！所以这个道场是成就、祝福如来的道场，必定得到祝福如来的加持。 道理的这代啊，下面真两句，可题顶面讲的，是教，是是实現,现教是教化，实现教化众生的模式，实现教化众生的模样啊。 这款模衣是啥物？做阿夏咧就是咱现在江津的总对目。咱总对目已经做好了，即字也未挂起去，将来挂在两边的对联咧学会人事行为世范呢。阿夏雷就是。 模范诶，的老师阿夏雷是印度位，伊诶思想、伊言行，会当作为社会大众诶标述。模范就叫做阿夏雷，所以阿夏雷能唤做鬼还书，鬼也是鬼道。 伊个用词可以做咱个规范，一句话个意思真深，我在一节经论当中，常常甲咱讲，一部经中，咱对于这个。 教会，侬看过真多遍咯、哦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好家人，主持、读生、伟人、演出来啦，这八个字著是是这个意思。那学了佛的佛法。 修行的功德利益，绝对唔通讲我得到利益就好了。无想到社会广大的群众，无想到六道三途一切众生，一家分咧。 愿望啊，甲福呢？交界就无相应了。你看佛教人呢，修持就是咱家己代志。修持佛祖教导咱一切道理、理论、方法。 拿来明了，来接受；好，甲人讲诶，一寡境界，拿来确立。安尼即会得到真实诶受用，即是受持啊。受持了后，读诵，拄则讲你读一遍，你就是受诸佛如来一拜灌顶。 这是啊，助力。打枪，上好是出声，出声的功德啊，比无出声大真多。出声的功德伫倒位啊，联合别人听。 哦，这个无接触可块的人，听到你了读经，你读经爱读噶，读字分明，即个腔调音声好听啊，爱互人听到先欢喜心嘛，听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伊听了后会感悟啊。 所以有一款动手，大概啊，是心情较急所，读经啊，读较真紧。听伊讲一部无量寿经，伊半点钟就念完咯、哦。上西个听的时阵，伊喏喏喏喏喏，一字都听无啊。对头到尾，半点钟啊经就念完咯、哦，一字都听未清楚啊。 啊，即种他想啊，只会使讲是自理啊，未当利他。所以读经读恋爱分明，爱知影读经是利他。自理是提醒家己，毋通袂记哩，回来教诲。啊，依教奉行，念甲清楚，念甲明白，互别人听。 你讲我四周围无人啊，无人有鬼神啊，有咱个肉眼啊看袂着下只个众生啊。咱今仔日讲无形个众生，被有形肉眼下当看到呀，毋知有偌侪倍啊。你读经互伊听，伊听了啊有受用啊。 鬼神恶法，鬼神护法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哎，知影咱的社会动乱啊，鬼神争乱啊，鬼神乱了、啊、了后，咱想社会要安稳，非常非常困难啊。也想要社会安稳啊，先爱让鬼神安稳。爱何解？个鬼神安稳是上好的办法，就是读经啊。 所以，读经里面啊，最要紧嘅意思是要道才会无形嘅众生，给因做这个文化嘅正常言。后面啊，为人演说，这个对象讲啊真清楚，直接对人啊，对无形嘅众生啊。可见咧，读经是对无形嘅众生啊。 啊，即、这个呃演说啦、啊，这是对有行众生啊，对人啊，对人安怎咧？表演啊，表演是依教奉行，爱甲伊做出来。从环境内面，伊个教诲拢落实伫个咱个生活，落实伫个工作当中，落实伫个诸事待人接物。 像经常所讲的，倒一寡好家人一定爱做的，咱来认真努力去做啊。倒一寡代志袂用你做的啊，咱就绝对，毋通去做啊。真像经文后面所讲的啊，行文内面最重要的功能有三句。 其他所讲的，还是拢是世末琐碎的代志啊！最重要的功能，修行人所讲的第一个先学口业，不记他功，爱、哎、做教啊！心口意三业，佛无功；心口意无用，即个顺序。 第一个用口口作业最容易啊，口作业最可怕，最念这个地藏经，靠业将来对八识地狱啊，阴识地狱啊，你去看迄个地狱，足侪种地狱，拢是口业业因。 二手的个果蒙牛粮食的恶口、嫉妒，非常容易烦恼、啊。所以真正修道人，将来伫这个念佛堂，真正进念佛堂，身心,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所有个念头拢放下，了，只有一个念头：阿弥陀佛。 你就绝对成功，你这才叫做真正先苦后乐，不计他过啊！咱也毋免问讲怎样修法，你就是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，这条你就做到咯，唔免搁打梦想咯。现在也有一类嘅人，不但家己他梦想，也阁会派真侪人去探听，探听别人诶。 即梦想就搁较大咯，就搁较错咯。你按你的学分学到最后，对到阿鼻地狱、阿鼻地狱，真正最大岁地狱，拢是你古的所在啊！本经的经题字啊，显示咱修行的三大功能：精进。 明定格，你达工要知影遮尼多诶代志，你诶心内清净呢？个人家难，第事都是烦恼多啊！你还知影遐尼多代志要从什么？也搁要派人啊去探听，你讲有害啊无？ 大家探听了后啊，研究要哪对付啊，即、这个很麻烦就大咯。即是啊，尊啊，轮回心做轮回业啊，而且拢是做即个三途地狱啊，非常可怕。咱讲我，就是要对这所在生活过来，别人的代志甲我不相干啊。我探听他做什么，我管你要创什么。 所以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讲了好啊，六尽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，啊，毋是世间无过失啦，伊顾家己都袂屈啊，无时间去顾别人啊，用什么款的眼光去看别人呢？都叫我讲击咯，用坏的眼光看别人。 人看别人，拢总是祝福如来实现的，伊形善实现善的模样互咱看；伊做恶，伊实现恶的模样互咱看。拢是祝福如来，而拢总无过失。过失伫倒位呢？过失伫我家己。我看了起心动念，就做作业咯。我看着好境界，去贪心。 看到恶的境界就起嗔恚心，我作业，伊无咧作业啊！伊是祝福如来啊，咱完全啊用即种嘅心态、真诚嘅心态来修学，你这一生当中必定成佛。正是所谓，眼内面啊看一切众生，拢是祝福如来。 咱今仔你要学一招啊，古招啊！菩萨目睭内面看伊这众生，拢是菩萨；善灵看伊这众生，拢是善灵；恶灵看佛菩萨，啊，拢是恶灵。这道理爱捌啊，这道理就是定随心转啊。 啊！咱为什么毋用咱家己诶佛心呢？咱家己为什么毋透家己诶佛性呢？为人演说就是演即点啊！今仔日世间人看到这也毋着看，遐也袂顺眼。咱看伊这众生啊，拢是佛菩萨，平定恭敬，这著是啊，修破现行。 分经一个开端，含将遵守普贤大师之德，这就是啊真正弥德地主啊。所以啊，要为人表演，就是讲我啊，要做一个一般大众的榜样，特别要做修行人的榜样，爱、哎、真正去做啊。 这才叫做阿舍利啊！做阿舍利是为了教菩萨，为了教修行人，或者是为了教一切众生讲悟。菩萨是讲悟讲觉的众生帮助啊，一切众生破灭开悟，这叫做为教菩萨怎样帮助家？家己做榜样，家己做模范。 来真正去做啊！要安怎真正做呢？下面即句讲出来咯。相生相应，无变诸行行，行行是生活行为；色其心动念，财。 言语做作，这是行为啊，行为爱相应啊，甲什物相应？甲诸性相应，甲性德相应，啊，你诶心形著是啊，真正诶菩萨形，或行，初学诶同修。 啊，功教心行，啊，诸行相应，即个真困难，真困难。为什么呢？无见性，啊，心行相应之行，最极限度是冤高错出菩萨。 初祖以上啊，华严经上所讲的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咱的华严经里看到一百七十外的团体啊，每一个人因的心行甲法性拢相应，所以称为法身大师。 咱今下咧是生死烦呼啊，烦恼一片都无断。咱要怎样学相应之行呢？佛家初学，甲咱定了真侪规矩。 你照这个规矩去做，就相应。我所讲的这规矩，啊，注讲，拢是圣德啊。学习，上不间断，永无间断的，你学习相应之行。 常英之行，善的，一切经论里面太侪太侪了。咱到底对这位学去，咱发心专修正宗，专修正业。 啊！你一个来，咱的经论啊范围就缩小了。咱依据的经论三经一论，或者是近代所讲嘅五经一论，咱依据即个就好咯。即典籍无真多，五经一论内面所讲嘅。 抑个是真舒脆啊，也个是真无容易去掌握。有时呢，咱伫最初建立正宗学会，我写一个烟气，伫烟气内面公告英文。 五个科目，即逐个好记啊。英文的科目爱简单啊，你则记会牢啊，才会当学会着啊。太侪太复杂，袂记你无办法。所以现在修改，恁想看卖啊？出街上两百五十条街，太侪咯，记袂牢啊。 记袂了，敢做会到呢？太侪了，比求年解过较侪。在家菩萨解，如果是凡妄解，十重四十八轻，啦，也太侪啦，记袂了啊！记袂了，无办法啦。一定要上解简单，最容易，时时刻刻记会了，拢会当背出来。你伫日常生活当中。 其心动念，研究做做，才会当提升家己啊！我甲即、這个，回来教诲有相应啊，无相应，所以真正修行要抓着功能啊。咱提外科目第一类三福，观无量寿佛经所讲的三福。 龙桥三条，十一句。第一条是临天福，换一句话讲，你伫绿岛内面真正会做到，你就不是人心，你就袂对三木多，你生生世世的临天享福。 好一句，孝养父母，你有做到无？第二句，奉事师长；第三句，诸心不杀；第四句，修习善业。这四句啊，益疏加亲嘛、啊。 我阿爸做过专题演讲，即四句爱记咧，起心动念，言语做作,作，甲一个有相应啊，无相应。如果无相应就错了，爱相是相应之行啊。 第二福是立身福，行文严格。主要知影，第一福是凡夫第二福这是佛法，叫有分咯。佛法是建立在世间福的基础上，无世间福德，他福哪有成就？换句话讲。 你人拢做袂好，你哪会当恶佛？即四句是教你做人啊。如果即四句还阁会违背，啊，你就毋是一个人啊。也毋是人是虾米咧？情丝啊，恶鬼啊，地狱啊。 国书这段里面就有讲，人气象则要兴啊，即为虾物意思呢？人若是从即个象下去，象是虾物呢？五象，人、义礼地、信，即五字啊，即五字是上道啊，大家人拢应该遵守，做人就应该遵守，如果做人。 无遵守即五律，将即五律淡掉下去咯。创什么咧？不仁不义啊！仁伊咧，二是拢无爱咯。迄个古代的讲的啊，即什么人呢？即人是妖魔鬼怪啊，伊毋是人啊，伊著是妖魔鬼怪。 所以人天呐、啊、有道德的标准呐、啊，注意想看卖第一课内面这四句，我常的意思拢包括在其中，用这个基础，再个六佛法，再个五佛。所以人天课内面啊，顶面二升课啊。 李姓后一个开头，受持三规，胡叫“将界不还为宜。今仔日咱受三规是形式上的三规啊，唔是实质的。今仔日咱修改也是形式上的修改啊，也唔是真实的。你讲为什么呢？因为下边无根基啊。 如果下面的根基啊起了好啊，这个三规五戒啊，伊就会发生作用，诶，成就德行。主要会知影，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 第一幅是孝道，第二幅则是师道啊。孝道无了，师道也就完了。咱今那里学佛特别提倡孝道，你对到学，长期处理去孝顺父母啊。对于这个所在学。 你也做出真正孝顺儿女的榜样，互社会大众看卖，为人言说啦、啊，学会廉耻，行为示范，你也做有到这会用哩啊，遐用嘴讲是袂用哩啊，也过有。 利生福，个向上提升，那就是菩萨。菩萨有四句，拢是功能完结，发菩提心，勤心因果，托相大行，观尽行者。这四句你有做够了，你才是真正是菩萨。 这叫做三福啊！我菩提心，什么是菩提心？阿育、嗯、大师伫弥陀经有改来》要解内面讲得真好啊！真正发心，修、这个、心净土，即个愿心绝对。 无改变，绝对无疑惑，绝对救生，你就一定生。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我再说讲啊好啊。菩提心在环境内面，世尊甲咱解释的啊，自性心，真心发愿。 真心就是自性心一心希望求生净土，迄个都是真心，都、就是回向发愿心，一念就够够了，无第二念。咱今仔日都是爱发这个心。 信因果，即个因果是什么因果？我过去噶注意讲过，我为即句，变了两三年，心拢未安呐。我未了解即个意思。咱平常讲相信因果报应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因缘果报是何不爽啊？咱知影。 咱相信，咱无怀疑啊！咱是人天的神分啊，咱连二神都比袂着啊！我会怀疑出是虾物？为什物？菩萨也、啊、毋知影？咱拢知影，伊为什物毋知影？ 所以，即个因果，绝对，毋是咱讲的即个因果，咱所讲的因缘果报啊，菩萨哪会毋知影道理啊。啊，因深信因果，一定是一个特别的因果，这就讲变糊大咯。从那几落年啊，总算是三宝加持，总明白咯，什么因果，念佛生活了。 真正、真正做菩萨，毋知影，念佛啊是因，生活是果啊，无需要三大啊。真集结，一生啊就办好事咯。真虚空变化界，诸佛车土内面，毋知有偌济菩萨，毋知影。 我话就了解，一个因果是讲即个啊，毋是讲别项啊。那外倒转看卖，咱现今啊，生活环境诶，当中，动手当中，你看有偌侪学佛诶，人，有参禅嘅，有学教诶，有持咒诶，有持戒诶，真正做法门，你叫人家会毋相信？ 伊就毋相信即个因果啊！伊学伊迄个法门学甲真认真，也是勇命精进，就是唔轻念佛。所以讲啊，发布提心、深信因果的人啊，了不起啊！即两句话伊若是相应咯，哎，著是。 正宗法门内面所讲的啊，善君福德因缘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具足咯，也是经中所讲的啊，根色的众生，下面讲了，成色菩萨无边善君，成色咯，成色这一生就做佛，这一生这个心，伫<对>六道内面叫做最。 好心，以后安怎咧，袂阁去六道轮回出离咯。即、這个身体伫六道内面是最好心呐、啊。下摆过来到遮，是菩萨化身来的啊，应化来的啊，毋是凡夫啊，成愿再来，哪会共款呢？ 菩萨佛内面第三句“土上大成”，头前个注意讲嘅“土上大成”就是读无量寿经、读阿弥陀经，念一遍，主菩萨甲你灌顶一拜。你念了以后啊，一定系依教奉行。 尾后一句，劝进行者，爱将即个书生的法门介绍予别人，介绍予广大群众，介绍予一切众生，即是利他。所以你甲看即个十一句内面，十句助理，尾后一句利他，自行化他。 就是讲，你起心动念、言语做作,作，爱甲三好相应，这是相师相应之行，就真修正修净土。这是第一个科目，第二科目是如何。 咱动手，逐个咧斗阵，斗阵来强修，斗阵强修，一定爱修六和敬，爱和睦相处啊，彼此尊重啊。我教诸位同修，咱强修一切大众。 拢看做诸佛如来，拢看做阿弥陀佛的化身，用最极恭敬心做事待人接物，人别人、啊、用什么心态来对咱，卖去管伊，毋免去插别啊！只问讲我用什物心态对人。 我一定用佛心对人，一切人拢是阿弥陀佛实现，实现互我看，帮助我成就。咱来用即个心态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去学，建何当界。 就圆满了。真正是啊，立何之见呢？凡夫立何地见？真正不可思议啊！这是华严经常讲的，大心凡夫。什么人是大心凡夫？这个人就叫做大心凡夫。 咱今仔日讲做罗汉，工作菩萨，咱做未到；但是咱讲要做大心欢呼无困难啊。确确实实，每一位同修拢做会到啊！咱诶心型真正会当甲即五个科目相应。 六合诶，第二条，界何东修？这个界是公义诶。咱今仔里乞丐？实实在在讲，只希望咱会当将即我界实现认真、彻底的做到，毋通去差蛋。 比较界啦、菩萨界啦，咱就做会教。咱出嘅人，有熬夜大师，有熬夜大师，因时占有修，因时吃三米十戒，我界。 后，叶、啊、大师受了戒以后退戒，伊一生持三咪戒？所以你看，有今侪伫文理方面，伊老大人署名菩萨戒三咪啊？伊毋敢穿 BQ 啊，伊是菩萨三咪啊？姓是伊 学生是一个徒弟啊，老师穿啥咪，学生毋敢穿啥咪啊，所以生慈法师穿啥物呢？菩萨优菩萨，出家啊，出家优菩萨，实在讲，咱今日即、这个，才是咱真正名符其实的身份。咱什物身份？出家优菩萨啊。 注意啊！是在家有菩萨，阮是出家有菩萨，是现出家形象啊！隆重寺这的五界十仙，在无量寿经内面啊，五界十仙有详细说明，就是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，这段经文是五界十仙的详细说明。 果然做到了，那我界实现就成净咯，名乎其实的出家又不息。是讲七界，七界另外一个延伸的意思是修法。道场内面因为。 即人真多，如果若无即多，若无规矩，逐个伫即内面咧乱做一团呐，那就无成即道场。道场有真正做个规矩，正个规矩难必须师爱遵守。道场以外是社会，是国家，国家有法律。 有真多规矩，咱嘛是爱遵守啊。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，做一个守法的修行人，做一个守法的好地主，就是该何当修啊？然后啊。 新河同组，将来咪着穿开摩利亚袄。真侪联合动手，咱就大斗阵啦！新河同组大斗阵，彼此互相照顾，互相敬切，互相勉励。 希望是现在咱住伫个弥陀村，将来咱拢伫个连地海会，咱个目标才真正达到啊！所以我建议弥陀村内面每一个房间的房门拢做玻璃，透明个。 袂用你讲人伫喺内面太大啊，咱多啊，外面的人无人看着，这唔好，所以门啊，诶、呃，至少啊，爱做一个细个一个玻璃窗啊，外面的人行来行去啊，看得到内面啊，安尼啊呢，才、啊、会用你啊。每一个人关伫一个房间内面，门关起来时阵，袂当生多，毋知影咧创什么。 还带懒散，所以在米德川动手要注意啊！在米德川内面完全是透明化，将来啊，连身体的都拢是透明，这才好啊！一丝毫的污染都拢无啊！咱来达到啊一个标准啊，这也、个、是做书做饭，所以啊，修法。 啊，这是信福同居的真正意义啊！叫好无尽啊！希望进了弥都传了啊，唔管你伫遮住一年住两年住一世人，无讲一句话，都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都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话都无讲。你绝对幸福，绝对相相片往生。 为什么无话通好讲？所讲的啊，拢是啊，用啊话啊。你所讲的话拢是变六道轮回。我对今仔起无要变六道轮回咯，毋讲话咯。你讲较小照问阿弥陀佛，你毋管讲什物、啊，偌啊阿弥陀佛，我一句都无听入去。你的心才会清净。 你的口业才会真正会当消解，清清气气。伊何东业在伫即个所在，一定是欢喜冲满啊！所以真正会当到即个境界，你二十四小时念佛，一定是欢喜心，不疲不厌，你袂亚仙啊！念忝咯，小可休困一下。 所以休困，我阿袂肯动手，啥毋通疼起来。咱请海清练课，海清毋免疼。小夸休困的，休困好咯。赶紧过去练课堂，主动做法，毋免人去敲你的门，甲你叫啊，迄就毋好咯。 咱是毋是有人敲你个门，甲你叫有？每一个单位啊。咱有一个寮班长啊，毋家己选举，家己推选，会看时间到的时阵，你也搁咧名单会敲你个门啊。伫念学堂呢，有法师，法师内面嘛有。 专门负责净持即个工作，念佛堂内面上讲循环啊，当你念佛分点诶时阵，伫咧念佛堂诶多久啊？看咱将来用些咩方法？ 过他时阵念佛堂用循环数的机环，办的时阵伫你的头壳顶啊、伫你的面前啊，甲压规啊，甲你提醒起来。即无成香堂，相当是用香板去拍的，咱无要拍，用循环或者是用佛灯拢会用哩，用即个方式来提醒大家啊。即就是啊，合作合作。 真正做到发气充满，尾后一条立好当军，绝对做会到。十方供养贵上主，上主负责大家衣食住行，所以你来到遮念佛堂来念佛，唔免早一现钱，唔免为了生活忧虑啊！只要真正肯念佛，就会用你了。 我想消息将来传到社会，社会上无愿意做工作的，无生真艰苦的拢来到念学堂来念佛。将来咱的念学堂会满满个啊！嗯、该在木源技术的宏愿真大，伊要建二村、三村、四村，将来建米都城，将来建米都国啊！呵呵呵，呃，这难得啊，难得啊，伊为因缘啊。 这这是咱啊，欢迎社会啊，得到真正的安稳。好啦，真正有志的归一处啊，弥勒川是咱的真正的归一处啊，无量功德，所以会当得到诸佛的赞叹。 即是甲六合相应啊。第三科目咧，三合戒定慧三合。第四個科目啊，六度。注意拢知影，啊，布施、乞戒、忍辱啊、精进啊、禅定、不至。最后一个科目，普贤菩萨十愿。注意拢下当记个真正清楚，拢下当了解。 科目嘅意义，所以咱啊起心动念、言语做作啊，拢会当甲这五个科目相应。然后啊，发清净心，以向专念，那就成佛菩萨无边善根啊，无边嘅善根。 简单来讲是大慈悲、大精进啊！大慈悲绝对是求生净土，这才叫做大慈悲啊！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啊成佛了。咱先前。 港灯,灯、加连湖灯、弥陀川，是西方极乐世界。伫即地来做接引站嘛，到即个所在来，就定有到西方极乐世界。立伫即个所在。 如果讲是努你如发的修学，绝对王生。即、嗯、本无人受经，我伫过去讲解时阵就甲大家讲过了。即本书是咱往生进入世界保证书啊，保证你往生啊，你只要依靠往行。 你毋肯照做，迄是你家己诶代志。果然真正肯照做，无一个袂往生诶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做佛做菩萨，即会当亲像观音，即会亲像种菩萨，地藏菩萨共款，闻身无量无边啊！ 度化西方世界苦难众生，这个不是大慈悲呢？也有倒一种的慈悲，会当甲伊相比呢？善根是指精进，的世间人嘅善根，即说法。 这说法叫做十法界内面的善法，这是对三善根生啊。这三善根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叫做三善根啊。贪嗔痴叫做三毒，十法界内面所有一切恶法是对贪嗔痴生的；所有一切善法。 是对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而生的。即、这个所在，公告出世法，出世是超越十法界，是异见法界。异见法界内面都，拢是发生大事。人的善根是啥物？精进啊！所以发生大事的善根，只有一条：精进。 大精进啊！咱现在虽然无证，到发生大细境界啊，可是当地即个念佛堂，每一工二十四小时念佛，一年通天无间断，嘛是大精进啊！ 可以甲发生代数比比啊，并未比因较差。成色咧注重在成色这两字，如果无即种素性诶缘分，哪会当成色咧？即、這个正、就是。 现大师伫环境注解内面所讲的啊，一切成就总在有缘。语太重要了。语用现代话来讲是。 条件，即、这个所在现在念佛条件具足，条件太殊胜了。这是真正做恶菩萨，真正做恶修行人，做梦都希望求着。 叫袂着啊！我想面多穿想了十六年咯。家己总以为这是梦想，一生无可能实现，无想到讲伫即个出现，稀有啊！哇，感觉非常的着惊，样会伫即所星球。 而且这个成就这么圆满，就想看嘛？如果不是得到一切诸佛微神加持，绝对无可能呢。讲老实话，菩萨加持拢做袂到啊，必定是诸佛如来微神加持啊。 即个所在地区诶众生，这一生当中做发诶业成熟了，所以才有这么殊胜诶感应啊！随动手，无量劫来有的福报啊！ 伫些时阵，开花结果，这是成色，成色菩萨无边的善根。这是讲相应，既然相应，就感动祝福、合念啊，无量祝福，含光合念。 一句话，咱伫今下里，处时处地，感受特别的深刻，几乎是咱亲眼所看到的，亲耳所听到的，亲身所接触到的，真正是做好互联。 两天现行用火啊，所以舍灵求佛菩萨，不必太多太多了。伊用什么方法去求？用乌师啊？诶、哎，你看去庙里去拜拜，甲佛菩萨祈祷祈祷啊！ 讲条件，我供养你偌多，你保庇我发财，然后我再过来还愿，我过来供养你偌多，甲佛菩萨讨价还价，谈条、啊、件，哪有即种道理？得未着感应啊？也讲佛，得佛菩萨的护念。 来注意讲，无条件就看你是毋是认真去做，怎样去做呢？以教奉行，和教道的认真发心，真肯去做，无过一切效果，你就会得到诸佛护念。 如果你肯去做，发心去做，抑有伊有路，抑个有种种疑惑。买即间大楼，遮么侪钱，钱堆堆来，万一信徒供养无够，要安怎？哎，菩萨无咧管理即代志。啊，为什物呢？你毋是真心啊。 你即里面也搁结杂了梦想分别执着，因哪会当有感应呢？感应啊，唯有真诚啊，才会得到感应啊。真诚的心，到时阵实在讲无人。 捐钱啊，佛菩萨会将钱送来啊，不可思议啊！这是真正绝对毋是假啊！一种感应的力，自古以来，咱伫咧传奇内面，伫感应录内面看到的太侪太侪咯，唯有志向才会感通。 真诚到极处啊，就会感通啊。毋是真诚到极处，小可夹杂一点啊疑邪，夹杂一点啊私心，就将整个法破坏了。主持领导人无私心，唯一真诚，我深信。 将来伫咱念学堂的人，伫咱讲堂啊、听经的同修拢是为伊真诚。大家即种诶真诚，诶感应的力量太大太大了。殊胜庄严的道场，会伫即个地区建立，毋是五年啦。啊，这段咱就介绍到即地，阁看下面这段经文。 诸好！擦众，该灵示现，必现幻术现众异相啊，无比相中是无可得。诸诸菩萨亦复如是。这段下面、啊、是文殊菩萨的弟侄。头前所讲的是普贤菩萨的兄弟。 比即个经商、甲华严诶义处共款，华严经商普险为宗主，文殊为树男。即是一个比如，说明一桩代志伫戒行两门当中，重视行门，将行门排伫第一。 界门牌的基础，即、这个经嘛是一、这个基石。汝看头前即段普贤的兴门，讲完咯、哦，续落去咧，文殊的地门、界门，景甲界啊，要相应，才会当将即个境界啊。 向上提升。如果行个街不相应，行往往是得到服务。即、这个兴门个服务，未当提升境界啊，系真正可惜。所以，讲完了兴门，一定要再讲解门。头一句话。 诸佛刹中，皆能实现，也由此知影，才会发生破失，因诶，生活空间太大太大了。诸佛刹是讲尽虚空变化界。 不但讲现在，包括过去、未来，咱上讲的十方三世、无量无边，作何差错，伊在内面拢总会当实现，该能实现，怎样实现法，就亲像观世音菩萨。 普门品内面所讲嘅，应以佛心而得道，伊就现佛心,心；应以菩萨心得道，伊就现菩萨心；应以比丘心得道，伊就现比丘心；应以什么心得道，伊就现什么心。应毋是应当啊！ 唔是应该啊，唔是这意思，用是感应啊。菩萨绝对无意思啊，去献若是有意思去献身是凡夫啊。菩萨无意思啊，菩萨无念头啊。菩萨献身啊，是应众生之感。 众生有感，如菩萨立刻就应。嗯、这下正如灵岩经师所讲的，水中生心，水中生心，水中生心干嘛、啊？应受地量。 菩萨的用甲伊的感都都啊互相符合，所以你若想讲佛心来度你，伊就显佛心；你想讲菩萨心来度你，伊就显菩萨心。这有个说明，伊在化众心上心啊。 那你也错嘞，所以咱想活佛就现前。伫消化界内面，咱知影何最殊胜，何最圆满？为什么无要逐家想活呢？所以，诶、呃，四楼，咱下面即个四楼。 开辟做念佛堂，我就想着讲啊，念佛堂的佛像一定爱供伫个念佛堂的中央啊，因为念佛啦、啊，一定是以困佛为主，这诸位一定爱知影，念佛是以困佛为主。咱对于到后来咧。 华严经上而来啊！现在童子出去参学，第一位参访的上地仙是地魂 BQ 啊！地魂 BQ 小心犯门，修炼好犯门。伊采取都一种嘅方式练佛咧。不、啊、就三、是、昧、啊，不就三昧呀，都是呀困佛。 也叫做佛日三昧。在佛经内面讲咧，一期是三个月九十天，九十天困佛，你夜困佛，袂用你坐落来，袂用你倒落去。这魂比丘是安尼念佛的啊。咱现在无法众生也种家当啊，体力袂用你啊，做袂高啊。 想着是讲困困啦，忝咯，休息一下，会使伫遐咧打坐休困一下啊，也会用咧，过较严重个夜中当倒伫眠床内困一下啊，就不得已啊。所以休困好了，马上登来念木登来困困。咱以困复为主，所以啊，互像一定要强在当中。 我安你一个讲咧，伊技术你刻啊，伊就去办，伊办的速度啊，我啊惊一个啊，这惊人啊！第三天，伊就甲我讲了、就是，伊伫中国已经将个佛像定落来，查刻嘅，而且伊即个刻嘅速度是四尊嘅阿弥陀佛伫只莲花顶面四面徛起来。 家教我家教，你困佛困在倒一面，拢会看到阿弥陀佛，呃、太好咯！这我都无想到。将来佛像当中呢，四面拢可以拜佛，拜佛啊，之经啊，休困啊是调心的、啊、呀。哎，困佛是最重要，困佛一定要开嘴念，要出声。 祭敬会使免出声，拜佛是袂用哩出声啊，拜佛出声伤身体。拜佛的时阵会使默念，会当观赏。祭敬的时阵，家己会使出声，也使毋免出声。如果无念佛，听听佛号啊，心内啊，就无妄想咯，安尼则入佛啦。 将来啊，真正上开到了后，这个佛堂分这三区：，我军佛像，这箍啊内面是拜佛的区；，外围啊是群佛的区；，两边是至静的区。两边至静，面对佛像；，两边现在啊，拢有挂的佛像，面对佛像，因群佛拜佛，你拢看袂着，袂了乱你啊。 所以分这三区，在即内面念佛，一点压力都拢无啊！互你真正轻松，真愉快，真欢喜。所以拜佛，互你家己去拜，四面拢会使拜，你欢喜到一面，你就伫倒一面拜。你拜得真紧，你就拜紧；你拜慢，你就拜慢。安、啊、尼才好啊！各人拜各人的。 只是整整整啊，一句精精做做诶，福福安尼就好咯。如果拜佛也得爱法师来卡引擎来带，压、啊、力就大。啊，身体好诶，嫌太慢咯，身体差一点，还太紧咯，挡袂牢咯。你看，你叫人叫好啊，身心拢袂安稳啊。伊哪会当办到咧？所以咱只有法师卡引擎带着。 困觉诶时阵，大，之前甲即个拜佛拢无要大。你家己感觉即个身体太忝诶，即个时阵你去休困一下。休困好咯，赶紧缀了即个班來去好去、這個、好啊，去困觉去念。即个念佛长啊，则会当久长啊。逐个啊，则会生欢喜心。我相信。 连上三个月，注意就下当唔免去困咯。真正毋是假啊！结果你一天困两三点钟，你精神真饱咯，体力真充足，你得到三宝微神的加持，下当摆脱昏点，困眠是昏点嘛？ 你昏颠、跳骨，这两种湿气毛病，拢下当伫咧念佛堂内面，将伊洗甲清清气气，恢复你的清净心，恢复你的金刚不坏心呐、啊。好处啊，太多太多啊，煞之不尽呐、啊。好、啊，时间到了啊，就讲到这。<music>